原标题：世界政坛大佬们的年轻靓照周总理帅，普京性感的潮流人物，普京深受俄罗人民爱戴的领导，他作风强硬，在激烈的竞争中把俄罗斯带到了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，让失落的俄国人找到了自信。丘吉尔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雄。丘吉尔出身贵族，毕业于皇家军事学院，在他生命的最后20年中，被人们普遍称为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英国人。他的逝世受到全世界千百万人的哀悼，在人们的心目中，他至今依然是大不列颠极负盛名的儿子小布什，很有命政客老布什的儿子小布什。他年轻时憨憨的笑容，恐怕没有人能想到多少年后，一场911成就了小布什，使其坐稳了这个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总统宝座。阿拉法特，终身为中东和平而战。阿拉法特一生都奉献给了巴勒斯坦的人民，而他的死却是谜团，引起了不少的争议。但是不管怎样，阿拉法特都将永留史册。切格瓦拉，个神话般的自我流放的赤色战士，一个神话般的自我流放的赤色战士，他曾被视为所有帝国主义者的不共戴天之敌，然而他的灵魂却得到宗教般的祭奠，且死后被一切怀揣着纯真理想的青年奉为偶像。他成为一个介于神话和童话之间的英雄。布莱尔，跟在小布什身后的人。布莱尔，英国前首相，人们对他的印象就是美国总统布什的忠实盟友，唯一美国侍从，最后惨淡退出英国政坛。斯大林年轻照片，斯大林贝卢斯科尼年轻照片，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，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年轻照片，法国前总统萨科齐，奥巴马年轻时的照片，奥巴马，周恩来年轻时的照片，周恩来，德国总理默克尔年轻时的照片，德国总理默克尔年轻时的希特勒，希特勒年轻时的蒋介石，蒋介石，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年轻时的照片，伊丽莎白二世女王返回搜狐。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